我是大理寺在册的捉刀人，跟你打听个事儿，程心卖酒的全家让人当狗宰了。你这么厉害，我给你钱，你帮我杀了他们。我是捉刀人。 是杀手，带上我吧，我就想要个公道。我必须告诉你，宇文家我们惹不起。瞎子，这趟浑水你趟不了。懂了，雨夜好杀人，我眼睛瞎了，心没瞎。 我只知道他受了这么多的苦，我不过想要一个公道。没有公道的事情，我们见了多少？公道，你给得过来吗？人我杀定了。